超市33频道，机智校园生活。我今天早上出门啊，都会补了一个卦，哎，卦象说今天有水劫。这次一定要找个很厉害的老师，他可以救得了高二女班。老师，你没事吧？阿婶，自我介绍一下。他找我。校长要跟大家介绍这位啊，新来的代课导师。目前没有那么人，我们是高二女班吗？新老师来了，我们应该要怎么欢迎他呢？哇，很有家庭哦。这些小游戏我以前常常玩，如果有人想要再找我麻烦，我就不会对你们那么客气了。你给我停下来！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害你被砸到了。同学，你很好吗？我没事。刘三丰。小春欢真的送你苹果牛奶哦。对呀、啊。他真的不喝这个，之前不是放到过期？你说，之前这苹果牛奶都是过期的。女同学们，你的梦幻男神来咯。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，就一定会做到好。哎，转学生，你不简单哦。我谁？大猩猩哎，最专情了好吗？哦，这么帅，会不会太完美啊？12月15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东森超市机智校园生活。周海丽。